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那今天呢呀，因为今天这个直播呢，时间上可能有点不够啊。我这个因为我现在在教会，那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。那我从教会回到家里的路上呢，可能还要塞车，所以我6点钟呢可能是做不成节目，所以今天就提前了。提前了，大家有时间就进来，我们今天比较轻松。跟大家这个聊一聊。这个诗歌啊，唱唱诗歌。我今天给大家唱几首歌啊。那个现在唱，因为现在教堂嘛，没有人嘛，就我一个人，所以唱歌就是怎么唱大声都没有问题的啊，这个非常好。最近在家里边呢，因为师母呢，我太太在家里上班，她在辅导人，所以她呢，我一想唱歌呢，一弹琴呢会影响到她。那么她白天辅导，晚上又写辅导的报告，所以非常的忙。所以我今天到教会来，我就特别想唱两首歌给大家啊，所以你们也可以点歌啊，点歌。如果我会唱，我就给你们唱。这个，第一首歌《天上的歌》，好久没上《天上的歌》了啊。这个我们要唱一首歌，唱一首《天上的歌》，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。那今天呢，我特别高兴。我们今天洛杉矶啊，就整个加州加利福尼亚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患病的人数呢，查出来只有700多人。那在其他地方觉得挺吓人的。其实我们加州最近一直到7000、8000、1万啊，少了也4000、5000。那今天呢，第一次不到1000人啊，我现在这个时间看是不到1000人。那可能还有一个小时下班吧，再有一个小时统计，如果不超过1000人，我相信再过半个月，我们加州的疫情也就控制住了。那还有这个美国全国的疫情，我们也需要这个为美国来祷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欢乐的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，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。你们，那我最近这个大概有好久没弹琴了，这个手呢最近也干活，这个种菜呀、弄狗啊，这个外边这个手越来越硬了。这个但是今天在教会，我刚才练了几分钟。这个，所以可能有弹错就不要介意了，我们都业余水平啊。好，能听见我说话吧？可以听见吧？那我看看有点歌的没有？我戴眼镜看看有没有点歌的。我看看有多少人上来了啊？感谢主，还不少哎。现在这个我们6点钟就不播了，6点钟的弟兄姊妹上来就请看这个今天的这个唱歌。七恩典，好，没问题，那都会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个我看这叫什么歌啊？能听见这歌我不会，没有湛蓝的天空啊，这个我会，这是我唱的。还有呢，这个能听见不会啊？你说你是能听见我说话啊？我以为能听见这个是歌名呢。对，好的，行，那我先给大家来一起来，你们也可以跟我唱啊，《天上的歌》，好不好？对。
这个有点找不着调啊，看看有谁点歌了，点什么了？刚才有人点这个没有湛蓝的天空哈，好，我给你唱没有湛蓝的天空，没有湛蓝的天空。你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有没有弟兄姊妹会唱这首诗歌？这个，没有湛蓝的天空。主啊，我恳切地求告你，是跟这中国教会，你听爱子眼前的呼唤。Thank you.
能听见吗？还唱哪首歌？再点一首。知音的朋友怎么样？给大家唱最知音的朋友。谁要知道词儿，可以把那词儿给我打到那个留言簿上，大家可以一起看啊。最知音的朋友，好吧，我来唱最知音的朋友。点哪几首看看啊？中国早晨5点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来唱啊，有谱的确句我都会啊，来我们唱中国早晨5点吧。Thank you.
得吧？我现在也练得差不多了，要再唱一首什么呀？我看还有没有点歌的了。今天点歌还不少呢，那点的都小敏的诗歌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我看啊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了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
演唱会开到这儿就得了啊。那个跟大家啊，谢谢鼓掌啊。这个那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疫情期间呢，我们还真得歌唱啊。所以圣经告诉说，我们要在夜间歌唱。什么叫夜间呢？就是人走入低潮的时候，就像诗篇所说的，人走到了那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要歌唱。啊，我们东北人呢，有一句俗话说，这个半夜唱歌给自己给自己壮胆儿。但这个其实这个话是蛮有道理的啊。其实黑夜里歌唱是圣经说的，那就是半夜里歌唱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赞美神呢，不是因为环境。如果我们因为环境，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赞美神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环境越来越不好嘛。你看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在家里都关了5个月了，出不去。那我是每个礼拜来一次这个教堂，到这儿来我就看一看这些空椅子，几百个空椅子在这里，啊，然后开车在院里走一圈，看到上帝给我们这块土地，啊，心里说实话有点酸酸的啊，挺难受的。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就4、5个月都见不到了啊。其实，大家还能记得我，因为我天天谈天说地嘛，礼拜天我还讲到嘛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，我真的可能想不起来长什么样子了。我想这个人的什么样子了，这个Nancy什么样子了，我觉得那个约瑟什么样子了，或者某一个人弟兄姊妹，老孙呢、啊，老王啊，那个木道友小李啊，都什么样子了，有时候想不起来了啊。这个，有的时候真的是，有些伤感，啊，是有些伤感。这个疫情把我们人的生活都改变了。也把很多人的生命改变了，有的人呢离主更近了，因为疫情嘛，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，有的没有工作了，啊，有的这个身份也推迟了，那么有的这个夫妻也吵架了，啊，有的儿女离得很远也回不来了，那么这个疫情使我们生活改变了，那有的人呢就有抱怨了嘛，那就离上帝远了，那有的人呢，当他疫情的时候，他反而与神更近了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，朋友也找不到了，也不能见，唯有天天可以见主面，天天跟主天天唱诗歌呀，天天祷告啊，天天跟主唠叨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，甚至把自己的委屈啊、苦闷呢、啊、都跟主说一说，说完了心里就痛快很多啊。这个所以呢，这个疫情就真的要歌唱，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在黑夜里歌唱。其实这个人能够在黑夜里歌唱呢，就不简单了，这个不容易的啊。我们可以因为一切的平安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会喜乐，但是那个如果不顺利，我们还会喜乐吗？如果我们生病了，如果我们赶上新冠病毒了，如果我们这个生命遇到威胁了，我们就没有喜乐。但是真的还是要喜乐，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常常喜乐就不是偶然的喜乐，不是 sometimes， 是常常的啊喜乐。那么这个，所以我们常常的喜乐就得有一个属灵的生命。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就很难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在家里边呢，多一点的唱歌、唱诗歌啊。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就写歌。所以我们要唱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对不对？那首歌怎么唱？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体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来，我们唱着歌好不好？来，这一想我又想起这个调了，咪啦咪啦啦嗦。
要向耶和华歌唱啊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好吧？这个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吧。我们这个明天礼拜五带大家查启示录啊，那大家把启示录回去看一看，我们查到第十二章了啊，查到第打开第七印，打开第七印以后就第七号就出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末日的号角吹响了，号筒吹响了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，当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会在空中与主相遇，那这个美好无比啊！好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。我有个朋友，这个我在等他，他要来找我啊，就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啊，也是刚从中国来的，从国内来的啊。好的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有哪些弟兄姊妹来到中间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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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谢谢谢谢 Grace， 我看看啊，这个戴戴眼镜看看啊，好，欢迎欢迎。那有中国大陆来的吗？早上这么早？早上如果中国大陆现在是几点啊？是哦，也不早了，六七点钟了哈。这个六点 PM 直播没有了，我这个在路上，我大概回家我得六点钟往回开。所以今天晚上的直播没有了，就大家听歌吧，就是听歌吧。那如果我们Zoom 里的弟兄姊妹可以放一些其他的原来我讲的或者就唱西班牙欢迎，西班牙马德里的，日本的欢迎，日本早上九点了，这么早了，八点了，这是日本的，这是日本东京八点嘛哈，感谢主感谢主啊，佛罗普金啊，这是浙江的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浙江的也欢迎，浙江怎么样？新加坡的、山东的、芝加哥的，这个是澳洲的，十点了，澳洲十点了，这时间很好。多伦多的、黑龙江的老乡，这个是猴子屯的，猴子屯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佛罗里达的、广东的、墨尔本的，这个。我这个演奏就是瞎演奏。日本大阪的欢迎，中国八点了啊，这个日本的啊，对，韩国的，对，好啊，感谢主感谢主啊，日本东京的非常好啊，这个圣胡塞的、达拉斯的、新西兰的，哇，这个我们弟兄姊妹来了不少啊，感谢主，欢迎欢迎啊，这个所以我再给你们弹一首爱情歌曲，好不好？一说我就你们这一夸奖我，我就是发烧。芬兰的，这个是西班牙的，凌晨两点钟在西班牙来听啊。对，香港的，香港我爱你，香港的啊，香港的我们特别爱香港，我们为香港祷告，让神的平安喜乐临到香港。日本东京的欢迎，这个感谢主。要听爱情歌曲啊，那你我要弹完了，你就印尼的哈，印尼的还有啊，你要把这个韩国的啊，你要把这个我要弹完了，你要把这个曲子啊，这个告诉我曲名，谁能告诉我有奖品啊？今天不需要，明天也行啊，这个你告诉我就可以了，我给你弹一首这我都能背在脑子里的曲子啊。
谁知道这曲子叫什么名字？这个，我那一年去匈牙利，在匈牙利的纽约咖啡厅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纽约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纽约咖啡厅是多么出名，那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餐厅。当年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匈牙利，就是在那餐厅吃的饭。他是请客，请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在那餐厅吃饭。那个纽约咖啡厅，上网查一查，在二战的时候比美国的纽约市都出名。所以那个你要写纽约，可能他给你寄到匈牙利纽约咖啡厅去，就这么出名的一个地方。我呢，跟着一个旅游团去参观，在那吃了一个午餐，有牛排和鱼排，我点了个鱼排好像，这个当然很好吃了。然后那个钢琴家呢就演奏了这个曲子，我就听了一遍，我就记住了，我就能弹。但是这个什么曲子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我听着像爱情歌曲，非常好听，听着心里边有一点这个特别感动，所以有爱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是爱情歌曲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啊！愿上帝祝福大家。我们明天礼拜五查考圣经啊，谈天说地，我们查这个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章。好，上帝祝福，查到第七印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啊。